开饭碗，今天主食红薯米饭，你选一就一块啊。好嘞，吃点吧。我爱吃的米饭，我就爱吃一个，够，可以了，不少。哎呀，牛肉，最爱吃牛肉。刚才说错了，补充一句。补充一句，我就给你补充两块。还是有奖励的。对。这个我也爱吃，我爱吃里边的小麦。到底爱吃小麦是吃什么？小麦，蒜烧的我都爱吃，一闻就是蒜香味儿。腐竹还要不要？来点，稍微搭配一点。好嘞，完了，可以。茄子，这个没法挑了吧？茄子，这个不挑了，再挑蒜没法挑，怕就给你累坏了。凉菜，这个也撇一撇。这个凉菜我也特别爱吃。好嘞，够了。给你添点不？来，添点更好呗。添点。好嘞，完美。西瓜，大西瓜，放这儿吧。好嘞，谢谢。开始干饭啦，家人们。